筚路蓝缕创伟业，初心不忘再起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28号晚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20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共同祝福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民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夜幕下的奥林匹克中心区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喜庆的中国节灯饰，醒目的庆祝活动标识，多彩的盘龙翅花柱，表达着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喜庆祝福。金光映射中的国家体育场鸟巢与深蓝色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遥相呼应。国家体育场内灯光璀璨，中央舞台的巨型屏幕上金色党徽在红色幕布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两侧分别书写着1921和2021金色字样。舞台最高处100名李号手身姿挺拔，两侧旋转布景中战士的群像岿然屹立，英姿勃发的青年手捧红色花束汇聚在舞台中央。19时57分许，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走上主席台，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随着激昂深情的歌声响起，绚烂的焰火升腾出100的纪年，盛放在国家体育场上空。舞台上，点点星火汇聚成党徽的图案，拉开演出帷幕。演出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呈现，共分为4个篇章，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美画卷，热情讴歌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戏剧与舞蹈《破晓》再现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饱经磨难，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第一篇章《浴火前行》，以情景舞蹈起义起义。歌舞土地，
戏剧与舞蹈长征。情景大合唱，怒吼吧黄河。为了新中国前进，合唱与舞蹈，向前向前向前等节目，生动展现在大革命的烽烟中，在艰险的长征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沙场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淬火成钢的伟大历程。破了一个旧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建设一个新世界？第二篇章《风雨无阻》，以舞蹈《开国大典》开篇，回顾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情景合唱与舞蹈战旗美如画，呈现抗美援朝的激战场面，讴歌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炽热情怀。向我开炮！在慷慨激昂的唱腔中，戏曲与舞蹈《激情岁月》生动描画王进喜、史莱克、雷锋、钱学森、焦裕禄等一批先锋模范的奋斗群像。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带领人民富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回答。在第三篇章《激流勇进》中，舞蹈春潮澎湃，把春天的故事铺展在希望的田野。歌舞《特区唱响曲》，跃动着特区先行先试的时代脉搏。
情景合唱舞蹈回归时刻，欢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诗朗诵与合唱跨越，讴歌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北煤南运等重大国家工程。情景舞蹈《党旗在我心中》，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取得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合唱与舞蹈，行进的火炬，让人们重温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神舟七号飞船发射等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第四篇章《锦绣前程》，展开一幅新时代的壮阔图景，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干了这一万，戏剧与歌舞《东方奇迹》，讲述闽宁镇十八洞村的脱贫攻坚故事，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胜利。情景交响歌舞《人民至上》，再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场举国动员、上下同心的全民战役。情景歌舞《强军战歌》，通过多军兵种一体化实战演习的纪实表演，展示了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人民军队阔步前进的豪迈姿态。航天人正与嫦娥为伴，诗朗诵与合唱《强国力量》，展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古乐歌舞《新的天地》，一面直径十米的巨型大鼓和一百面大鼓在空中鼓舞，百名号手奏响号角，大气磅礴、焕然一新的画面，展示了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壮丽画卷，描绘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变，感召中华儿女自信前行。
器乐、童声合唱与舞蹈，命运与共，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奏响的心灵和鸣。领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多远，你都在我们身旁，信念永恒，初心不忘，人民就是江山，且就你使命担当。伴随着主题曲《领航》的旋律，高达16米的金色党徽庄严升起，光芒四射，歌声掌声簇拥出10面巨型红旗，迎风招展。灿烂的焰火又一次点亮夜空，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文艺演出结束，全场起立，共同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热烈掌声，经久不息。观看演出的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杨洁篪、杨小杜、张幼霞、陈曦、胡春华、郭声坤、黄坤明、蔡奇、李瑞环、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曾庆红、吴冠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张高丽等。在京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同志、老同志代表，在京中管金融机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的19大代表、中央纪委委员、国家监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在京委员、全国工商联在京执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航天英雄、英雄航天员获得者，全国先进模范人物代表，11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全国性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代表，部分已故老同志亲属、烈士及因公牺牲人员遗属，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2021年新发展党员代表，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全国重点优抚对象，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观看演出。重要国际友人、在京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外国专家也应邀观看演出。